蒙德的印象，李烨的印象。早期的印象。Select target. I will go. Warning. Lightning storm created. Lightning storm ready. 三句话让旅行者给我充了十八单。我是神领家族的长女，善于吸引冲动的旅行者。前两天呢，我与旅行者一起吃饭，当我坐下来的时候，我直接问了一句，哇塞，今天准备好多原石，给你一个机会捞我。他哈哈大笑，一时半会儿都没有回过神来。这种呢，就是典型的月卡党。然后我坐下来继续问，我们去逛逛祭典吧。他说你带路，我跟着。我说，你知道你在我眼里什么时候最帅吗？他说我不知道。所以月卡党很无趣。别的五星角色这时候会说，你为我充值的时候最帅。但是我说什么呢？我说你为我刷材料、采樱花、找宝箱的时候最帅。他又是一份意想不到的狂喜。接下来的全程我什么也不用干，他还屁颠屁颠的跟着我一起溜达。逛到最后我说，来给你跳一支舞，奖励你这么有眼光跟天下第一老婆的我一起逛街，好开心呀。最后呢，他非常开心的给我充了十八单六四八，这一抽他歪了四个七七和十五把天空之戟，最后还说了一句，老婆真好。一个女人懂得讨好旅行者很重要，给主线剧情加 CG 更重要，强度别拉胯最重要。灵命平民爱不释手，满命老板炫光在手。旅行者的智商。解谜，可恶！为什么道奇总是有这些烦人的数学解谜？这种游戏怎么可能是给十二家玩的？分明就是故意刁难我吧！既然这样，那不妨问问提瓦特最有历练的人吧。派蒙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老子可是贯穿整个提瓦特大陆的人，还有比我历练更高的人吗？迷坚不摧，必立千仞，震天撼地。有了重力以后，我就是个废物，死要面子的旅行者。旅行者，我们终于有钱了。是啊，派蒙，为了迎娶道奇的三个老婆，我可是刷了整整一个月的地脉之花，以我的身价，周游七国都完全没问题。没错，旅行者，现在我们是提瓦特最富裕的人了，不如我们好好在道奇找找面子，绝不能让这里的人看扁我们。说的对啊，派蒙，找面子的事就交给你了。登岛手续都办过了吧？是要驻留手续吗？两位，瞧不起谁呢？给旅行者抽到的角色都算一位。旅行者现在有面子了吗？我他妈当初就不应该捞你。派蒙的商业头脑。派蒙，我快撑不住了，才赚不到钱，咱俩就要饿死他乡了。道奇的物价这么高，根本活不下去啊！再这样下去，我只能吃你了呀，派蒙！别有这么危险的想法啊，旅行者。等一下，物价高，我有办法了，旅行者。这次你再骗我，我就在你身上开十八枪。嘿嘿，我们可以去便宜的地方买东西啊。便宜的地方？派蒙，难道你要？没错。就是最近的京东的百亿补贴活动啊，京东的百亿补贴100%的正品买卖，大大小小的品牌都有参与，手机、平板、Switch、白酒、球鞋、笔记本，甚至连显卡都有，商品承诺假一赔十，有品质险双重保障。打开京东的 APP 搜索90050，点击图片或者直接点击视频右下角的链接，就能进入百亿补贴的页面了。每样商品都标注了补贴价格，保证售价都是低于市面上行情价。苹果12补贴后券价格只要5539元。Switch 补贴后只要1999元 ，AMD 高配主机补贴券后只要7694元。拼多多花费百亿补贴全网大牌，在成本价基础上补贴5%到50%，可是互联网上最大规模的烧钱换信任行为。无论你是手机党还是 PC 党，或者是未来黑暗降临，都可以在这里为原神选择心仪的好装备。旅行者，我们可以薅拼多多的羊毛啊！好聪明啊，派蒙，不愧是我最好的伙伴。所以说，我们可以用神圣的摩拉买到现实世界的产品吗？那并不能。所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可以让我们的观众老爷薅羊
去另一个世界薅羊毛吧，派蒙。